Sony presents. Bất停 扩大的沙丘，曾经将所有的村落几乎吞噬。那些痛失家园、面临绝望境况的无助村民，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齐心合力在家园种植树木。这道总长98公里，由沙堆积而成，延伸出波罗的海的半岛库尔斯砂咀。在19世纪曾经到访这道的作家汤马斯曼，将这个沙丘比喻为北方的撒哈拉沙漠，将这道的梦幻景色向全世界宣扬。一个远离所有现代文明科技、从来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在库尔斯砂咀见到不同的痕迹，这里留下的是一段段勇敢地面对大自然力量的民族记忆。沙咀是一个在欧洲少数拥有广阔沙丘的半岛。库尔斯砂咀由于保留了波罗的海沿岸独有的文化特色和建筑，所以在2000年就被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这里曾经是几个不同国家的首都，弥漫着浓厚的中世纪繁荣贸易气息。这间大学有超过400年历史，是立陶宛最古老的大学。这间校舍最初只是一间神学院，所以收藏了数量惊人的古文书。用麦卡托投影法制作的立陶宛周边地图，
地图上清楚地划出由维尔纽斯一直伸延到波罗的海又长又窄的沙咀。海底的沙撞到岩礁就会慢慢堆积成一个个小岛，然后再逐个连接上来，最后就变成一个明显的长形沙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就是由开端到尽头的整个沙咀了。这里之所以横跨俄罗斯和立陶宛两个国家，是由于俄罗斯想保有不动港，所以波罗的海脱离联邦嗰阵，并没有放弃被立陶宛所隔开的领土。沙咀的形成要追溯到冰河时期以后，在大约4000年前，整个沙咀都是被森林所覆盖。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驼鹿、野猪之类的哺乳类动物，这里也都有各类的鸟类。这里是面对波罗的海的西海岸，在不断被大浪冲击的沙丘上行走，有时会体验到奇妙的事物。在沙粒里面，这些发出闪烁光辉的是石英粒。用双脚摩擦，石英粒就会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虽然有人叫这种特别的石英粒做沙，不过当沙污糟了就不会再发出声音了。由几千年前开始，已经可以在波罗的海找到这一种石头。海底埋藏了数量非常丰富的波罗的海琥珀，当吹起强劲西南风的时候，海浪就会带来大块的琥珀。以前在沙咀上面随时都可以找到拳头这么大的琥珀原石。其实这些琥珀是由松枝又或者是树枝变成化石之后形成，因为成分不同而出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在树枝里面还可以找到被密封的绝种生物。这些大约都是4000万年前的昆虫，它们被树枝密封住，可以清楚见到它们完整的翼和纹理。我们由这些琥珀里面可以了解到这些绝种生物的遗传因子，
从而就掌握到更多古代生物的生态。琥珀发出淡淡的光辉，令到好多人对佢为之着迷。人类好快就已经发现佢哋嘅价值，开始利用呢啲琥珀嚟到做饰物。喺库尔斯砂咀度发现嘅饰物，令我哋更加了解琥珀文化嘅起源。上十字架的吊嘴工具，又或者是人像，在库尔斯砂咀生活的人，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完全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是沙嘴内侧的湖，这艘就是库尔斯色湖行驶的船，是一艘由1950年开始一直沿用至今的渔船。由于要在浅水的内湖行驶，所以船的底部完全平坦，因为海面风平浪静，所以平底船就方便得多。桅杆上的风向仪，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悬挂家族文章。不同的船都有不同的设计，令人一眼就看得出这艘船是属于哪个。但是这种船所余无几，现在就只剩下两艘用来载游客观光。至于继承传统的渔夫，就已经几乎绝迹。各个村落分布在风平浪静的内湖里面，而当中最大的地方就叫做 Nida，现在已经成为观光中心，完全找不到有渔夫的踪迹。住在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搬来这里住的外来人。郊外的一个墓地竖立了很多古旧的墓碑，这些墓地是大约50年前在这里出海捕鱼的库尔斯人的安息之所，当中有星形和不规则的形状，就说明他们当时并不是信奉基督教，可想而知他们是信奉更古老的精灵信仰。库尔斯人在大约800年前左右一直都是由德国的前身普鲁士所统治，所以他们的言语和德语很相似。16世纪普鲁士的经济开始起飞，对库尔斯人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当时普鲁士的玻璃和造船这类工业蓬勃发展，于是对木材和木炭的需求大量提升，就令到库尔斯砂咀的树木被过度砍伐，以致数量急速下降。看看这张十八世纪的图画，你就会清楚知道当时的惨况。原本覆盖住沙咀的树林已经完全消失，至于又窄又长的半岛，大部分都已经变成广阔的沙咀。众所周知，森林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固定沙土，所以当树木被砍伐之后，沙咀就开始移动，地形亦都随之变动。在十八世纪的中期，呢度终于都难逃劫难，被沙土淹没，村民痛失家园，陷入绝望的深渊。长此下去，他们真的要放弃故乡？不过复兴的希望终于都出现了。当时一位邮局的老板古比尔达斯用自己所有的私人财产买了大量树苗回来，在1825年，他亲手种了第一棵树。这个这么简单的想法，慢慢感染到这里的村民，最后还得到普鲁士王的支持，确实去实行植树计划。现在沙咀的七成面积都被树林所覆盖，只要我们细心一点看，就会发现这些树木排列得非常整齐。这些排列得这么整齐的树是赤松树。放眼所见，这里所有的树都是由人手一棵一棵地种植。由古比尔达斯开始的植树运动被继承，而且世代流传，令到这片沙土再次出现绿意盎然的树林。库尔斯砂咀的广阔森林，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个人工繁殖的森林。
二十世纪，库尔斯人被人夺去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当希特拉战败之后，库尔斯砂咀就正式被苏维埃联邦所吞并。因为担心史泰林的独裁统治，很多村民都选择离开，结果导致这个地方的人口急剧下降。有位村民他没有放弃故乡，仍然住在这里。他这样说，虽然我有很多表兄弟都选择留低，但后来都被逼搬去西伯利亚，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所以我所有屋企人都差不多过了身了。经过历史残酷的洗礼，库尔斯人到了今天几乎全部消失。不过这个连接波罗的海的沙咀，只要仍然有森林，是这样，人类对故乡的思念就会永远地流传下去。